牛肝菌找到一个，哦，很完整的，很完整又没有被虫咬，太美了。看这么多，这么多，这个中文叫做马勃，英文叫 puffball，法文叫 vest loop。只要是白的都可以吃，口感像棉花糖。皮的木冬，在这个栗子树下，好多这个菌呢。还有一个胸太阳巨蛾，皮的木冬，看。小针针有没有？这朵是比较大一点的，英文是叫刺猬菌，因为它的小针针的关系。为什么法文叫做羊角菌呢？不知道。高盘修罗绿。都是可以吃的，你今天晚上就把它吃了。这个变色的就变色的就不要了，像这种变黑的就不行了，这个就算可以。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变黑的不行的，这个可以。这个变黑了，没有变黑。变黑了，这边还有一些没有变黑的，要幼嫩的这个就可以了，这个就可以的，这个非常鲜嫩，就刚刚冒出土的。好，好了。